这都等了几天了呀？啊，你说这博王殿下和郡主到底还来不来呀？殿下一定会来的。城主，您忘了，在夔州城停留数日，原本不在计划之内。这可是殿下为了郡主特意安排的，用心良苦。可见咱们马郡主在博王身边那是备受恩宠啊。嗯，有道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郡主虽然失去了娘家，但是我们夔州城上上下下那就是他所依靠的娘家呀。啊，我这个城主之位那是花了大把银两买来的，这次能够见到皇上面前的红人博王殿下，只要我把博王殿下和郡主啊都伺候得好好的，哎，荣华富贵指日可待啊。大人所言极是啊，对郡主好那就是对博王好，更加对大人是好上加好。禀大人，博王殿下的队伍已经往城主府赶来。哦，来了，快赶紧准备迎接阵仗啊，迎接博王殿下和郡主啊。是。参见博王殿下、摘星郡主，远道而来舟车劳顿，请博王殿下和摘星郡主即刻去城主府下榻休息。稍事休息之后，下官为博王殿下准备了接风宴，只需要招待本王一人，本王自会下榻府里。夔州城是郡主的娘家，难得回来一趟，自然归心似箭，想回马府，就不必陪在本王身边了。这殿下对郡主宠爱有加，不加掩饰啊，间谍之情，这是夔州百姓之福，下官之福啊。殿下，这一次应该也算是你第一次正式来夔州城。夔州城外有一座山叫狼兽山，因狼群而闻名，殿下爱战狼，或许也愿意陪摘星上山走走。本王这趟不是来游山玩水的，你要想走走就自己去吧。博王殿下这边请啊。一起去看狼，嗯，我只能说非常的诗情画意了。要是再一起去看条蛇，啃几只蝎子，完美。这郡主表达自己的情意的方式真是好清新脱俗啊，让小德好惭愧哦。笑吧，接着笑。现在除了我俩同时爱狼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来我与博王还有什么共同爱好了。你呀，就是太聪明了，太理智了，忘了这博王根本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。这男人没有人会喜欢自己的女人，太聪明的。嗯，那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？当然是女人味儿啊。你是说郡主要在今晚的宴席上献跳夔州城的王女之舞？对啊，这王女之舞本来就是马家军用来庆贺战胜时建舞，不知道从何时起，这夔州城的女子人人都会跳，这舞渐渐成了夔州城用来庆典还有迎宾必看的一道风景。哎，下官倒也听说啊，博王殿下在前线大营中啊也曾经让将士们跳这支剑舞来庆祝胜利，想必殿下也是喜欢这支舞背后的含义啊。哎呀，李城主，嗯，你好好的想一想啊，郡主可是夔州城的女儿，嗯，若咱们能让博王飞来跳这支吉祥的王女之舞，嗯，博王殿下会有多开心，李城主的体察上意啊。对哈，
这个主意好啊！哎，若由郡主亲自来，我、啊、先跳此舞，哎，那就代表我夔州城啊啊，全城都在祝福紫星凯旋呐、嗯！哎呀，那殿下一定会非常赏识我的机智啊！好主意啊！怎么样，我这主意不错吧？你还真的是无所不知啊。嗯，只可惜失算了一点，夔州城的女子人人都跳得好，唯独我。你可是大将军之女，怎么跳不好？我的腿曾经受过伤，所以我爹便从来不准我跳。马占星，你仔细想想，这博王可是战将，对这振奋人心的王女之舞一定会另眼相待。若郡主你能跳好此舞，让军心大振，祈求此行一切顺利的话，这博王殿下一定会对郡主的用心动情至深的。哎，那个郡主啊，郡主，现在还有些时辰，相信以郡主的聪颖，熟练此舞应该不难呐、啊。若能练成，意义非凡，不止博王高兴，也能宽慰我爹在天之灵，有劳城主了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郡主，请请。嗯。哎呀，去吧。让博王把心思都花在你的身上，我就该有时间做做正事了。这是宝娜公主的令牌，以及模仿那笔记的亲笔信函。那便是你要的东西。你假扮契丹兵，一计把它烧给博王，他自然会落单，前往埋伏处。有了此物，定能让博王落入我们部下的天罗地网。连这都能弄来，你还真是神通广大，看来你就是允王雇佣来的赏金人吧？为何不现身？你东西拿到，能执行任务便成，你管我长得是圆是扁？程大将军，你跟你的手下可都是晋国一等一的刺客，可别失手了。你认得我？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？